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，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。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转朱阁，低绮户，照无眠。不应有恨，何事长向别时圆。月有阴晴圆缺，人有悲欢离合。此事古难全，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无言独上西楼，月如钩，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。剪不断理还乱，是离愁。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。菱花谢了春红，苔丛丛，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。胭脂泪相流醉，几时重。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。无言独上西楼，月如钩，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。剪不断理还乱，是离愁。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。海客谈瀛洲，烟涛微茫信难求。越人语天母，云霞明灭或可睹。天母连天向天横，四八五岳掩赤城。天台四万八千丈，对此欲倒东南倾。我欲因之梦五月，一夜回渡镜湖月。湖月照我影，送我至山西。谢公宿处今尚在，露水荡漾清猿啼。我定位自己，我就是一个传道救世的人啊。我这辈子来就是要传道救世的，传道救人啊，不敢说救世的。嗯。救一个是一个，点一个是一个，直接的，度一个成全一个是一个，让他们清口，让他们设佛堂，扎扎实实的，让一个人修而向善，让一个人超凡入圣。然后间接的呢，我透过写书，透过部落格，透过讲道，希望间接的能够唤醒大家的良知，唤醒大家一起走在这条唯一的救赎之路。因为我真的看到人改变了，变善良了，社会也可以这样改变，变善良。我一个人力量通过天恩师德的加持，就可以影响这么多人趋恶向善。如果所有人都像我这样发心的话，一定可以影响这个社会变得更良善的。我希望我的后学们呢，
最好的能够像我一样传道救世，就一个是一个。吃好的，你也要打帮助到，帮办嘛。你不一定在我们这一次佛堂都是一样的。你到一些正派的佛堂，你去帮办他们，也可以。反正只要跟道沾上一点边，你要把人自己留在道场，把人往道场带，你就不虚此生了。